这间透天有台中最完善的学区，首先是生活机能，走路就能到邮局、超市、电影院、监理站，范围拉大到骑车5分钟，捷运、火车站、中油百货、一中街、中国一都囊括在内，最后拉大至骑车10分钟，科博馆、秀泰、新时代、中华路夜市。更厉害的是，其中涵盖许多明星学区，一中、女中、二中、台体大、加商。哎，说好的完善学区呢？范围内的学校至少35间，大大小小，厨房不及备载，从幼儿园到大学应有尽有，骑车搭车都很方便。好了，来看房子吧。本透天为4楼顶加，3个卫浴1个阳台，使用坪数有70坪，地目为商业区，1楼可作为店面使用。阳台看出去对面就是微笑资金社区，人口众多，想赚钱的老板们，物件资讯都在这里了。3楼跟4楼有3间客房，可自住也可出租。学区完善且机能方便，是各位优秀父母们的首选。作为套房租给个人使用也很合适，每一层的空间都很宽阔，不会有拥挤的感觉。厨房摆个把费也没问题吧？顶楼空间也可以存放大量货品，或者整理成活动的空间加以利用。你觉得这样的房子开价多少呢？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，答案就放在1楼的桌上哦。